虽然日前小 S 为自家面包店代言而惨陷入湘军门信用风波，但毫不耽误其他明星老板为自己的店面摇旗呐喊。8月29日，由周董投资的天台食堂在台北风光开幕，周董就化身最佳代言人现身。以投资多间餐厅的他，更信心满满的为自家品牌开胸脯挂保证，完全不怕重蹈小 S 的覆辙。代言的部分哦，其实因为餐厅其实也没有什么代言的部分，因为本身自己已经开了蛮多的餐厅嘛，但是那我觉得这一次其实我觉得经营的这个对象非常重要，对，那这一次跟红跟世钧我觉得会非常的放心。不仅从歌手变老板，周杰伦在影坛的佳绩也是不容小觑，最新执导的电影《天台》更获金马肯定，入围初选，就连好莱坞巨片《变形金刚》制作团队都被吸引，有邀他一起参与执导。我也是看报纸听说这个事情，那我觉得听到我觉得非常开心。哦，我觉得这个太屌了，因为我们也非常高兴，因为我也好想你。不是，如果他找你合作，不是说找你当演员，是找你当导演。我觉得这种感觉是一种肯定，一种肯定，代表这个天台电影真的是好不好？大家再看一下。脑海中已经有画面要怎么弄？那个变形金刚应该要说哎呦不错这样。我们那里讨论。对，如果自己当导演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变形金刚如果可以，好不好？哎，有这个手势，我觉得好像蛮屌的。早日把昆凌娶过门了。而天台食堂开幕当天，正是好友刘畊宏女儿小泡芙的满月礼。周董看着逼逼的一脸柔情，似乎已经把想婚的念头写满一脸了。东兴娱乐整理报道。